韭菜俱乐部跟着陈老师一起天天进步，好同学哦！时间过得很快哦，今天已经到了五月了哈、哦，五月的呃第二天五、哦、五一昨天五一劳动节放假啊、哦，今天五月二号了啊、哦。那整个经过放假之后呢，哎、欸，台股今天。 啊、呃，收盘略为小跌哈、哦，小跌了一百二十七点左右了哈、哦。那成交量还是有，还是只有三千六百多亿啊，三千六百多亿。那整体来看的话哈、哦，最近这个行情哦，要有时候大涨个五百，哎，大跌五百点，大涨个三四百点。所以说现在这个一百点感觉起来好像就是我们以前那种三四十点还感觉好无聊，对不对？哦，虽然量量也不大，然后量三千六哦，这个量。 也比较小一点哦，在接下来进入了啊所谓的传统的五穷六绝七上吊的五月，那这个行情会不会跟过去的啊所谓的什么五穷六绝七上吊一样，还很无趣吗？或是这个量啊量能萎缩，没什么成交量的情况之下？ 那未来五月份的行情要怎么走、哦、我们今天要跟啊、呃、同学来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析，对不对啊、哦？好，那在我们这个进入我们的解析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联准会 FOMC 会议啊、哦，当然跟大家的预期是一样的啊、哦。为什么说是一样？也就是没有。 啊，没有降息哈，没有降息啊，当然也没有升息啦。我们来看看它的主要的说明，我们把它简单列为四四点啊，四点哈。那声明概概述啊，第一点是说委员们一致同意维持利率不变哦，并重申啊，等待在通膨方面获得更大的信心后再降息啊。所以说今年大概预期，呃，联准会只会降息的一次到两次哦。啊 啊，比较有可能的是降息一次，也就是在九月的时候降息。那为什么会在九月的时候降息？因为十一月要选举了哦。所以今年在经济情况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哎、欸。 这个降息的时间一延再延，然后一延再延啊，所以说他们要说等待，通膨方面获得更大的信心后再降息啊。好，那通膨的前景目前已经实现就业跟通膨目标的风险，在过去一年已趋向于更好的平平衡，对不对？但最近几个月未能进一步的实现两趴的啊通膨目标，其实这个目标。 很容易达成哦，为什么叫很容易达成？因为现在的基器高了哈，对不对？然后到明年哦，到明年，因为它是用用年底年底的方式来做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设定嘛，对不对哦，所以明年来看的话，过去的通过去的机器高啊，接下来的机器可能就会比较低一点哦，就比较靠近这个啊两趴的一个目标值了哈，所以说。 基本上，他虽然讲说是两趴的通膨目标，但其实理论上不是这样啊。为什么不是？我等一下跟大家啊再做一个呃简单的推推论哈，分析一下啊。好，那我们看看经济前景哦。目前经济活动持续的稳定扩张，但经济前景不明朗，将持续监控哦。最新的资讯啊，对经济前景的呃。 前景的影响啊，最后来讲的话，哎、欸，重点是在这个哦，为什么啊？整个啊市场会把它解解读说啊，这一次啊鲍尔的一个讲话是比较偏割的哦，我们来看看啊，前面讲的跟过去的基本上都是老调重弹，对不对？但是第四点是不一样哦。你看从九呃这个从六月开始将国债减持的步伐啊放慢了，放的比较慢哦。从呃这个。 到一个每个月哈，到两百五十亿美元哈，本来一个月哈，它的一个国债的减持是六百亿美元，哎，现在放慢然后变成两百五十亿美元，MBS 的一个减持上限维持在三百五十亿美元每个月了哈，也就是说减持来讲的话，过去减持的一个力道比较凶猛，现在的力道就比较没有那么凶猛。那我们来来看看十年。 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在他宣布完啊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之后，其实也没什么变哈，一直在四点六这个位置点前几天有了看到四点七，对不对？看到四点七，所以人家那时候一些分析评论说，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如果突破五趴的话，那又会有一些。 灾难产生哈，但是没有哈，从四点七略为降到四点六三了，四点六三。那为什么鲍尔在这目前情这个情况之下还不愿意降息呢？同学，我们来想想看哦，哦，为什么？如果你是鲍尔来的话，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时候降息？哦，因为你看现在失业率低了哈，那所有的人哈基本上都有工作哦，那。 大家有收入的情况之下，那利率维持一个高档，那也就是说你有工作，那你可以把你的赚的钱拿去做投资哦，不管你去去买 ETF 啦，哦，买这个股票的 ETF 还是什么外币的 ETF，哎，这个每年都有四到五趴的这样的收入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哎，你有钱，然后有钱。 去做投资，这个投资的收益又能够回馈，每年回馈给你四到五趴，哎、欸，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比较乐意什么？乐意去花钱哦？那你如果愿意去花钱的话，哎、欸，这个经济就能够促，哎、呃，繁荣起来了、哦。 所以说呢、欸，你不要看鲍尔为什么说、欸、每次讲话都很割，但是下手都很轻，对不对？那主要他就是想要维持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哦、也是说哎、欸，这个虽然利率高，但是呢，整个大家都有工作，然后有钱可以投资，投资的收益又不错哦，每年四到五趴，然后你又那这个回馈给你的这个收益，你拿去消费又会促进美国经济的成长哦，所以说理论上来看的话，哦，呃、有有的。 分析师会这样的去推论说，鲍我为什么坚持不降啊、呃？不那么快降息，因为没有必要，而且降息下去的话，说不定有很多的这样的会造成这些诶、欸、经济上的波动哈、哦。他比较不希望，他希望维持目前的状态哈、哦。大家有工作，大家有钱，然后去投资，每年的收益又很高，然后又又会花钱啊、呃。但是呢，他既然说要降息哦，所以说也不得不了哈、哦，所以。 九月哈，在这个选举前啊，降一下啊，意思意思呢，然后也给这个拜登也一个给他一个面子嘛。拜登有讲过说，哦，我们还是会降息，不过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哈啊,啊。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哦，六月不降息会拖到七月，对不对？那其实不会，应该到九月了哈、啊，因为十一月要要要选举了哈、啊。如果说哎我们的这个推路没有错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会坚持熬到九月的时候。 才会有做降息的这个动作了啊、哦，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哈、哦，也就是说，他 FOMC 会议之后哦，大家都知道不会降息嘛哈、哦，他主要很多人想不通说为什么你不降息哈、哦，那如果陈老师这样跟你讲诶，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讲的有道理哦，他可能也是希望是这个样子哈、哦。如果你是坐在鲍尔的那个位置，你会去觉得说，哎，我目前这个情况还不错啊，还不错，好。 那我们看看最近美国科技业哈龙头科技企业的业绩来看的话，美超为美超为公布这个啊、呃、业绩报告之后，盘后下跌的哦，现在是一个盘后下跌，是一个跳空往下跌的一个走势哈、哦。那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哈、哦。 它的一个单季度的营收创新高，但是依然不及预期啦哈。二零二四年的财年哈，这个第三季度哈啊对，也就是说它对应二零二四年自然年的一季度来看的话，超微电脑哈，美超微哈的电脑的净销售额是三十八点五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讲的话，是低于分析师预估的三十八点六，哎，其实差一点点哦。哦，不，差一点点，为什么大家这么计较哦？最近美国很多啊、呃，这个科技业来看的话，基本上都还不错哦，不错，都在啊、呃，比先前、比去年同期哈，或是第一季来的好，但是股价都会下跌哈。这时候有时候是跟啊、呃，这个市场的分析预计差一点哦，那差一点它就跌下来了。 也就是说，哎、欸，最近我们看到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 AI 概念股走势稍微疲弱一点哈啊，或者是说辉达的走势也比较弱的话，大概就是跟这个超伟的一些业绩报告来低于预期有关啊。其实预期也没差太多啊，但最近的投资人觉得啊，目前的风险系数比较高哦，所以说他们是希望。 在这个时候投资能够获得高于预期的一个报酬啊，所以它它这样的一个报酬率啊低于预期来讲的话，就会有一些卖压产生。好，那我们来看看 AMD，AMD 也公布了、哦、但是它盘后也是下跌的哦，它也是下跌。我们看看哦，晶片制造企业 AMD 的最后一盘下跌九点一 percent 哈，那该公司对人工智慧处理器的一个预测令市场失望哈、哦。 也就是说，该公司的一个 MI 三百系列的晶片，所谓的一个人工智慧的加速器，今年将产生四十亿美元的收入。虽然高于之前的预测三十五亿三十五亿美元，但是一些分析师是呃最高的期望是八十亿美元哦。很多分析师把它调高到八十亿美元，结果它公布的结果只有四十亿。 就它的预期的一半哈啊，所以它这个也是盘后哦、啊。你这个盘后还是一个跳空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了哈。那我们看看现在不管是美超伟或是 MD，、欸、它的一个股价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多空线之下，代表现在是一个啊空头的反弹哈、啊，空头的一个下跌过程中的一个反弹。那、啊、反弹之后，诶，公布的这个财报不如预期，它又下跌下来哦、啊，所以说，同学有没有发现它是？ 沿着这个多空线有没有碰到多空线下来，然后这边跌到这么深，哎又又拉回，拉到这边来讲的话，又是碰到多空线没有过去的时候，哎、又下来那你看它的一个啊、呃、一些市场的预期最高给它八十亿美元，它只公布只有它的一大家预期的一半哦，所以它也是会有一点呃失望性的一个卖压哦，失望性的卖压。但是最近最好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常在讲说。 最近最好的两只股票叫做什么？咸鱼翻身股哈、哦？什么叫咸鱼翻身股？那也就是苹果跟特斯拉哦。最近的股价、哦、跌升之后，哎，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啊反弹啊，往上反弹哈、哦。那但是呢、呃，你看苹果的股价出现反弹过了多空线之后哦，你看这边有一个跳空，那跳空以后虽然这个拉了一根比较长的上影线，最近两天都跌下来，然后它。 到这个昨天的收盘哦，应该算今天早上的收盘来讲的话，它又跌到多空线底下，然后你看它都出现什么很长的上影线，代表上面拉上去就有卖压卖下来哈、哦。那整个来看的话，苹果为什么叫做咸鱼翻身股？ 那也就是说，原本哈这个股价一直跌，不过他五月七号啊，同学，五月七号苹果有一个新的发表会哈，然后他之前啊，我们知道说苹果最近的一个新闻有讲到，它要跟 Open AI 合作哦，开发这个所谓的一个啊、呃、这个 AI 的手机或是 AI 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对不对啊？所以说它这一波能够诶。欸 跳上去哦，跳高上去，这边有个跳空缺口，跳高上去，主要就是这个消息哦，跟 Open AI 合作哦，这、就、种、是、所谓的一个自啊、呃、生成生长啊、呃、那个产产出这个 AI 手机嘛、哦，过去苹果要。 每次都说他要自己来做哈，自己来做 AI 手机，后来发现其实哈很浪费时间也，也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办法那么快达到哈，所以不如跟人家合作啊。所以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哎，苹果股价有做一个反弹啊，不过这两天又跌下来了哈。那我们要看看五月七号。 五月七号，苹果要发表的是不是 AI 手机呢？哎、啊，这里我给你这个剧透一下哈、啊，我给你剧透一下，应该不是 AI 手机啊。如果说马路消息啊，不是，如果消息没有错的话啊，五月七号苹果应该要发表的是什么？ AI 平板哦，AI 平板哦，不是 AI 手机哦哦同同学哦，所以说哎第一款 AI 跟这个 Open AI 合作的这种 AI 的一个相关的产品，既然是平板而不是手机哦，当然大家会预测预估说是不是 iPhone 十六也会搭搭配这种 AI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哦，这个是有可能，不过它现在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宣布啊、哦，所以说五月七号啊五、哦、月七号我们看到啊它的一个。 这个海报里面哦，有一支笔，哈，有一个人拿了一支笔，所以大家也在猜说，是不是那一支笔也是也有这种 AI 的功能，对不对？有一个 AI 功能，啊，所以说同学五月七号发表的不是 AI 手机哦，是 AI 平板，哈，以第一款的 AI 产品既然是平板而不是手机啊，所以说，哎，刚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最近的股价有点创高之后拉回，它又跌回到多空线之下。 啊、哦，那除了这个苹果之外，当然特斯拉哦，特斯拉去中国了一哦，飞了一趟去中国，然后拜会了啊总理李强啊、哦，然后两个相谈愉快，那、啊、也打算跟百度合作啊、哦，做这种啊自动驾驶的投资要跟百度合作哈、哦。过去中国中国政府也很很很很在意这个特斯拉会不会把这个所有的。 车子的数据传回美国去啊、哦，一样啊、哦。中美两国之间都会防来防去啊、哦。这个中中国说，哎、欸，这边什么什么抖音，什么那个 TikTok，、啊、有没有把那个资料各自传回中国啦？哈、哦，反正就是就是这样的防来防去哦，那啊、呃，现在来看的话，也、哦、算是哎、欸，马斯克算是破冰成功了哈，他、哦、可以使用。 在这个中国那边的数据，然后也跟百度合作，这个未未来的一个自动驾驶，哈，这个啊出现了一一个曙光啊，所以说特斯拉也是哈盘后突然大涨了十五趴啊，但是这两天涨多之后，这两天也拉回啊，稍微拉回回挡一下哈，回调一下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呃，这两只股票都是咸鱼翻身。 而这种咸鱼翻身的效应哦，对我们台股来讲的话，也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最近来看的话哦，苹果概念股哦也有反应，对不对？然后车用电子、车用这一块来讲的话，哎，也是比较强的哦。像今天盘大盘跌了一百多点哦，一百一百多点，但是哎，车用这一块来讲的话，好像还还蛮看跌的，对不对哈？所以说，哎，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说很多的哦，大家预期。 非常不错的这种财报的科技股，哎、欸，公布的结果反而盘后都下跌，那反而这种跌升之后的股票有出现咸鱼翻身的这样的走势啊、哦，那这样的走势也影响到我们台股的一个啊近期的一个发展。好，那我们看辉达，你看辉达其实也是受到美超微哈、哦、AMD 的走势的影响啊、哦，所以说哎、欸、它这个。 啊，好不容易站站上多空线，现在又跌下来了哈。今天早上哎，的股价又跌又跌下来，收黑了哈。但是呢，哎，市场对于辉达的一个财报哈啊，因为辉达还没公布财报嘛哈，市场会对于辉达的财报的公布还是抱持一个比较啊热切的期待，还是抱比较偏向于啊看好了哈。所以说，辉达虽然说哎，最近这边好像有点在这边做一个啊。 盘整震荡哦，来在多空线，有时候在它之上，有时候在它之下，不过它都没有没有离开这条线太远哈，没有离开多空线太远。我们看到 O V b 其实也是在这边纠结当中，也就是说近期来讲的话，资金并不是把放在辉打的身上哈，但是。 呃，也没有卖压，然、哦、后也没有比较强大的卖压，也没有买买进哦，也没有买盘支撑，也没有卖压的卖出来哈、哦，所以就我们看到辉达的走势哦，就是呈现啊这个在多空线上下来回了哈、哦、啊，我还是会受到、啊、其他个股的影响给拖累哈、哦，但是没有跌太多哦，一直要等到它公布财报的时候哦，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走势。那辉达的财报的公布会不会跟什么美超为 AMD 一样哈？哦 啊，呃、市场给他预期很高，最后他公布的结果不如市场的预期，然后出现下跌哈、哦，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最近要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好，那我们看加权指数来讲的话，今天收低了啊、哦。 今天收低了一百多点哈，收低了一百多点。那同学有没有发现，礼拜二哈，礼拜二也就是我们要放劳动节的前一天的礼拜二来讲的话，尾盘哦，尾盘台积电被人家灌压哈，灌压哈，跌了十块钱，对不对？灌压跌了十块钱，整个啊盘是从上涨突然一一下子变成下跌九十八点，对不对哈？不过礼拜。 啊，礼拜二的走势来讲的话，量缩哈，量缩。那今天持维持，今天是持续的维持这样的弱势了啊。主要看到美超尾 MD 的一个呃股价啊的一个盘后表现都不太好哈，所以说这样也是拖累到台股了哈。而且整个电子股来讲的话，连续大概十二天还十三天，它的成交都没有占上六成以上，也就是说。 目前的资金不在电子股的身上、哦、如果资金不在电子股的身上，那这个行情要再继续往上推，那可能就会有一点难度啦。因为说资金如果分流到银建啊、光光啊、航运啊这些类股去来讲的话，都不是主要的权重，都不是主流哈、哦，所以稍微。 啊，在这边会稍微整理一下啊、哦，所幸它还是在什么，还在多空线之上。不过你看它的成交量一直都是比较弱的啊、哦，今天也是只有三千六、三千七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基本上以 O V V 三十日均线来看的话，它一直都是在三十日均线以下。通常你要发现说，如果说这个行情要真的是一个多头走势的话， 这个 OVB 一定要站上它的三十日均线，有没有？前面这边大涨都是站在均线之上，对不对？那近期这边大跌，大跌过之后，它都是开始啊收在这个所谓的呃三十日均线之下了哈。所以这这个也是给我们同学做个参考，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诶最近的这个反弹力势头很强，力道很强。 但是呢，它的这个量能来讲的话，哈，这个动能哈，成交量的动能，它并没有随着这个行情的一个啊反弹而出现一个量增，反而是一个量缩的格局哈，这一点要注意一下哈。我们看一下最近来看的话，今天又跌了哈，这个是啊、呃，到昨天为止，今天又跌了一百多点哈。现在来讲的话，又是在什么？主要是在所谓的一个啊。呃 月线的攻防战哈，我们先把那个跳出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行情哈，这个就比较新一点，然后大家看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是下跌了，呃呃，最后尾盘下跌了174点，然后刚刚看的时候是跌跌1 3 4十点而已哈，最后一盘哈，在在这个结果是跌了174点，那成交量是3888亿哈，那整个来看的话有没有？ 目前它都是在什么月线的这个位置点啊，两万零两百四十四点，今天收在两万零两百二十二点，刚好又是在月线这边做一个攻防战啊，攻防战。那整个你看 OVB 是一个下降的，我们刚刚讲说 OVB 都是在三十日均线以下，那这边的反弹 OVB 是下降，这有一点背离，有没有这个呃量能是 量能量的动，成交量的动能是萎缩的，它这边是一个上涨的，对不对？那我们看看正负 DMI 来讲的话，虽然说啊、呃，目前正 DI 还是在负 DI 之上，但是这两个均线的一个相交点是非常的接近，随时有可能出现啊。呃 意味啊，也就是说，哎、欸，如果再跌下去的话啊，那可能负 DI 又会爬到正 DI 的头上了哦。那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点还是属于什么？还是属于一个行情的一个啊盘整的时间点啊，盘、哦、整的时间点啊、哦。所以同学要注意一下哈、哦。这就整体我们看起来来讲的话，今天又稍微的跌破了呃这个。 呃，月线哈，又在月线之下，不过还是在月线的这个上下的范围之内。最近比较没有方向，那这个比较没有方向，主要还是因为啊，资金就是啊跑到其他的类股上面去了啦。哈，同学啊，这一点，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啊。好，然后我们来看看下一张。 所以三大法人的买卖超跟台股的期货未平仓合约的口数，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哈。这个是到昨天为止啊，今天还没出来哈。到昨天为止，好，外资现货连三买哈，呃，买了两百零五、三百四十三跟二十三点三九亿。所以最近这三天来看的话，外资啊买超了五百七十一亿。但是你看它的。 期货的未平仓合约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啊，从呃四月二十六的一万三千八百八十八到二十九号的一万五千零四十一啊，到昨天啊，到礼拜二，礼拜二的一万三千七，哎，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位置点，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减少啊。不过它的一个现货部分是在做一个买进的动作哈、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现货买进来看的话。 它是有一点点是很怕是卖飞哈，也就是说内资的力道比较强哈，这个这个盘啊看回不回，那外资本来是啊一直拼命卖拼命卖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行情又被嘎上去，所以他在现货做一点回补，那期货呢他也没有说所谓做一个比较大的避险动作，因为他认为在这个位置点做避险来讲的话，稍微时间上可能稍微还。 少了一点点，那也就是说，他的预期这个行情应该还有机会再往上啊、哦。如果他预期这个行情要结束了，他应该要加大什么？他应该要加大期货未平仓空单的力道，而他并没有，他一直维持在这里哈、哦。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点，外置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到底哎，台股后后市是不是还有机会再创高呢？还是说，哎，现在来讲的话啊？呃 还会在做震荡哦，所以说现在可能不是一个啊大量的一个做空的时机点哦，反正它现货有一点做一点小小的回补。那外资到礼拜二哈，到礼拜二为止，它在台股已经是算是什么卖超了，它过去整年度都是买超，然后到。 这个礼拜二为止哦，它已经是卖超了一百多亿了哦，一百多亿的台股了哦，也就是说近期啊外资是卖的比较凶悍一点哦，那现在在做一个买买回的动作哈，买回的动作哦，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做个观察了哦，也就是说外资内外资在这边互尬的情况之下哈，哎，目前看起来内资还是稍微略上略占上风一点啊，好。 那目前来讲的话，电子我们刚刚讲过说，说电子已经连续十二三天，它成交比重低于六成了哈。那电子资金就比较乱窜哈，那大部分的资金会流向哪里散热？所以我们看。 我们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散热的走势都是比较强的哦？你看双红，双红目前也是站在五日均线之上，然后有没有站在五日均线之上？旗红也是站在五日均线之上，有没有？然尼德科更是因为母公司接到大单，频频的创新高。我们看到集贸哦，集贸这样的一个啊比较便宜的二线的散热，哎，其实也是在创新高当中，而且你。 有没有发现这几只股票都是什么？都是站在五日均线之上啊、哦！所以说，同学要注意一下啊、哦！我们最近跟也会在我们的直播节啊，不，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啊，会讲到一些重要的个股，而且这些重要的个股都还算是一个啊强势股票啊，所以说、呃，同学如果说对于选股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啊，有些不知道啊、呃、方向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啊，老师我们看给大家讲的这个方向哈、啊，那我们看到电子资金的流，目前来看的话，大部分都是流向所谓的散热这边的比较多一点哈、啊，比较多一点。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哈，资、哦。 资金从电子这边流出去以后，还有部分是流到电动车，流到电动车。我们看到电影投控来讲的话，到礼拜二啊，这个礼拜二出现一个涨停我们看也是受特斯拉的影响然后这个电子、这个电动车的相关概念股，哎，在礼拜二的时候都出现一个表现不错，哈。那你看像电影投控这种已经跌很深了以后，哈，跌很深之后。 当然就比较容易出现啊，跌有一个利好的消息、利多的消息，它很容易出现啊反弹的走势啊，反弹的走势。而且本身来讲，它电影投控其实基本上它的营收也还算不错啊，所以说啊资金啊，我们刚才我们刚刚有讲到，你看都是低于六成嘛，以所以它往外流，往外流哦，除了部分流向啊所谓的一个这个散热之外啊，另外一个就是电动车，你看华孚哦华孚。 也是哈，近期也是一个呃跌升之后的反弹我们看到礼拜二都出现一个大量，有没有？礼拜二虽然沙尾盘哦，从、呃、台积电的一个尾盘沙尾盘跟电子股的沙尾盘，但是电动车、电动车都还是在往上的，有没有？羚羊啊，羚、呃、羊车用电子，诶、欸，它也是呃这个出现一个大涨的格局哈、呃，大涨的格局也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啊、呃。同志，这种自驾车的相关概念股。 也是叠升反弹啊，所以短线啊、哦，短线资金、哦、啊啊，从电子这方面流出来的话，流像我们刚刚讲的哦，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散热啦，电动车，还有资金会往哪里流呢？当然是啊、呃，在整个来看的话哈、哦，我们看,看今天，在今天来讲的话，诶，这个所谓的。 银建哦，银建的表现哦又比较好了哦。原本认为什么？原本认为说，哎，这个在礼拜二的时候，银建股出现全面性的大幅度的一个回档修正的时候，那应该要涨多休息，但是它没有，它今天又重整旗鼓，再创高了哈、哦，再创。 再创一个新高。我们看到国建哈、哦，礼拜二所谓的股票的下跌，主要是因为国建发布了一个消息哦，它的一个配息只有配一块钱哈、哦。那大家对国建啊目前哈的未来的展望是非常的看好哦，结果它的股息才配一块钱而已哈、哦，所以大家就觉得嗯不对呀啊、哦，这个会不会啊、呃、就会引发一点什么？ 哎，短线的什么卖压哈，短线的一个卖出啊，所以说你看礼拜二的时候，这些啊很多的这个银建股都是卖出，都是一个休息状态。但是今天哎，资、欸、金又回到了船产了哈，船产啊又又回到了这个银建股了哈。原本以为说哎船、欸、产应该要涨多休息，结果没有，今天哎、欸、又再度的一个上涨哦。那因为。 国建本身来讲的话啊，除了说配息配一块之外，它还有很多的推案要推然哈。今年预估也是有啊很多的一个一个利多消息哈，这个要发布嘛很多的一个推案然啊这些利多啊，所以说哎你有没有发现礼拜二虽然国建是一个呃一个收一个小黑哈，然后带长黑呃不算小黑小黑带大量，但是呢。 基本上你有没有发现，它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上哦？那你看它涨的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哎，拉回虽然带量拉回，但是它还是站稳五日均线。今天又往上涨了啊、哦！今天又往上涨啊、哦！那你看这个中公啊，中公也是哈、哦，这个最近这些啊比较强势的一些啊传产概念股哈、啊，这个银建股啊，都是在礼拜二的时候休息，那今天的一个整个啊这个银建股，哎又又。 又活蹦乱跳了，又往往上拉了有没有？我们看到永信有没有？永信目前的股王哈，银建股的股王永信来讲的话哈，现在因为台积电到哦南、呃、高雄哦南部高雄那边去设厂，那永建呃永信建设了哈，永信建设哎，永信建设、欸、就是永建嘛哈。 永信建设，永信建设来讲的话，哈，永信建设它本身就是南部的比较大的一个银建商嘛，哦，所以说它的股价，你看，哦，还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往上涨。我们看到礼拜二的时候，银建都在回，但是永信建设，哈，永信建的一个股价，它并不但没有回，而且还创新高，而且它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上，哦，今天。 整个银建股又持续的往上涨哈，所以说这个永信建设诶今天也持续的一个呃走阳哈，走走强了哈，这个就是哎，这些都是我们跟大家讲到哈，像华固，你看华固礼拜二的时候诶也是一个小红哈，虽然这个在高档盘整哈，但它的一个属于啊一个银建股的一个比较属于优优等生了哈。 那后市也会跟随着整个银建股哈啊，还有继续的往上走哦。所以说，同学如果说诶、欸、银建股，你看像国建哈，国建我们其实讲了好几个礼拜了啊，我们的一些老同学就知道啊，老师讲了好几个礼拜啊，所以国建其基本上已经从二十几块，这样涨到已经涨到十几块，然后讲了好几个礼拜了啊。那国建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一个强势，对不对哈？那永信建设来讲的话。 它也是一个啊非常绩优的一个银建股哦，当然还是在创高哦，它是银建股的股王。那中公啊，跟这个华固啊，这些都表都是在银建股里面表现不错了哈。当然银建股还有很多的股票表现的啊也非常的好了，尤其都是在一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啊重建啊，从都跟重建的这些一相关的银建股都是比较强势的啊，所以我们看看。 看看说资金哦，从电子流出哦，流出往往散热往这个汽车哦，然后也往这个所谓的银啊银建股里面哦，往这边流了哈。那整个来看的话，这其除了银建股之外，其他的这些船产大部分都是休息的哈。原本啊、呃，我原本预估今天银建股应该还会继续拉回整理，再休息一下。那银。 但是结果出乎意料之外，银建股今天没有休息，反而就是这一些啊，其他的船产哈、哦、还是在做休息的状态。我们看,看大亚哈、哦，最近这些重电概念股都没有什么表现啊、哦。这个华晨也拉回了哈、哦，也拉回了。那这个市电啊、中心电啊，然后电线电缆也做一个拉回了哈、哦。所以船船厂部分的船产是有涨多休息哦，像电线电缆这一块，然后重电啊、电线电缆这块哦。 都休息，对不对啊？像这种资产股哦，南港啊哦，你看也是礼拜二也是拉回哦。不过你看，像南港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上，这种啊、呃，这个土地资产概念股的哦，还后市还是预期比较看好了哦。有有通膨疑虑的话，这种资产概念股啊、哦、都会有表现。不过最近涨多之后，稍微拉回休息一下。啊、你看阳明海运哦，你看这个公布。 那涨停之后，你看创新高，隔天创新高，礼拜二就拉回。那今天啊、呃，这个航运股也表现的不是很好，对不对哈？也不是很好。那三副这种旅行社的概念股也是有点呃涨多之后拉回整理。不过今天的观光,光类股哈、哦、表现也还不错了啊，所以观光,光类股后市应该还是看好的啦，还是看好的。基本上如果说我们选的股票、哦，同学你看到我们啊、呃、讲的这几个股票，如果它还能够站在五日均线之上哦，代表都。 都还算是一个什么？都还算是一个强势股，拉回都是可以注意的哦。长以长线波段来看的话，拉回都是可以注意的哦。那如果说它是跌破了这个月线来讲的话，稍微就比较弱势一点哦，稍微就比较弱势哦。那这个刚好是像大亚还在月线之上哈、哦，五日、十日虽然跌破了哦，不过还在月线之上啊、哦，可能这个才这个就是会真正的休息。 啊，如果是在五日均线之上的话，可能都随时会出现像银建股一样出现反攻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好，那除此之外哈，法人回补，不管是外资还是投信法人，最近都是回补什么？呃、金融股哈比较多。那我们看看这一张哈，我们看看这个这个表里面来看的话，有四只股票，有四只股票。那中信金、华南金、国票金，其实这三家的一个。 啊，股票的一个值率率都有五趴以上哦，这几这三家都有五趴以上。那星光金呢？你会觉得说，老师啊，星光金没有五趴，对不对？它不配息哈、哦，没有五趴，但是它有合并题材哈，它有合并的利多题材。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哦？礼拜二的时候，这些呃行情出现尾盘灌压，但是对金融股都没有影响哦。你看中信金要配一啊，配一块八了，过去都是一块。 过去它的外号叫一块金啊，一元金一块金，也就是说每年都配一块一块啊、哦。今年哎、欸，今年配一块八，等于是快要 double 了哦，快过去的 double 了哦。所以它的股价的反应也还没有到 double 了、哦。过去大概在呃，它大概在二十块到二十五块之间嘛，对不对哈、哦？啊，现在配一块八还来到三十四块多哦。那最近外资啊，法人也是拼命买哦，因为子利率有五趴以上，对不对啊？华南金也是哦、啊，今年也是配的不错哦。 殖利率也有五帕以上，股票今也是了哈，所以现在市场上会传言哦，传闻什么？会会不会这个高股息的 ETF 把一些啊、呃、这个殖利率比较低的股票排除掉以后，会不会把金融股的比重纳入的比重提升？哦，这一点可能是大家期待哦，就好像。 今天的世界先进，对不对？今天的世界先进表现特别强哦，台积电表现不强，是联电也还好哦，对不对哈？那世界先进为什么特别强？因为它的呃预估的配息哈，算一算它的殖利率，好像有五趴以上，所以现在市场会想说啊，既然这个世界先进，哎，殖利率有五趴，会不会在五月的时候被纳入 ETF 啊？所以很多人就想要去吃豆腐，就想要去趁机哦，啊、呃。 搭架啊，所以说今天世界先进表现比较强啊，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啊，世界先进的这个表现比较强啊。但最近来讲的话，法人回补金融哦，所以老师已经把方向给大家讲了哦，这个这电子股哦，呃一一部分的电子股的资金流入到散热啦、电动车啦，哈，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金融啊，金融那船产有一些在休息的啊，但是你还是记得哦，我们有没有发现？ 好、哦，有没有发现老师挑的这个股票都是什么？都是在五日均线之上。你们看到礼拜二的时候虽然收黑，但他们都是在啊、呃、这个五日均线以上哦，都在五日均线以上。因为他们现在都是什么有高值利率哈，有高值利率,率,率,率的呃股票来做，这些高值利率,率的股票都有这种护身符了就是凭借这种。 配息比较高哈，殖利率比较高，就是他们比较强大的副增股。那现在市市场的资金有一点不知道方向性的时候，会比较想要投入这种往高股高殖利率的这样这些股票里面去做靠拢的动作啊。所以我们发现说，哎、欸，你看中信金、华南金、国票金最近价表表现为什么这么强？因为他们的配息来换算来讲话都有五趴啊，五趴以上的。 高值利率的这样的水准啊、哦，那星光金有这个合并题材啊、哦，所以现在还是这些都是属于金融股里面啊比较强势的啊、哦，比较强势的。好，那我们看看说最近的咸鱼翻身，咸鱼翻身股就是苹果跟特斯拉，对不对？好，我们看看苹果续供 AI 啊、哦，我们它跟 OpenAI 合作，所以相关的供应链会不会受关注啊、哦？来，我们来看看红海哈、哦。 红海本身来讲的话啊，今天虽然表现的比较没有那么强势哦，不过它你看啊、哦，在这个这边是一个低点，对不对啊？然后这一根是没有在创新低啊，倒数第三根的这一根诶，均线来看的话哈，这一根这一根的一个压力线，它被突破之后，最近虽然有点拉回啊，不过还是在所谓的一个这个。 趋势线啊、哦，可在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一个支撑线支啊、哦、支撑线的一个上面啊、哦，都在这个支撑线的一个一个支撑之上啊，对不对？那我们看这个红海来讲的话啊、哦，这边啊、哦、有没有发现，这边正 DI 穿越负 DI，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起涨点，它的起涨点是在这根黑线的部分啊、哦，所以整个来看的话，短线红海虽然会受到电子权重股的影响，做做一个小幅度的拉回。 但是他、啊、五月十四号，同学，五月十四号，红海会有一些法说会宣布啊，会、哦、召开法说会了啊，五月十四号。那整个来看的话啊，整个来看红海啊、哦，我们算过啊、哦，它的合理价是一百四十。 啊，一百四十二到一百五十六，对不对啊？所以说最近来到一百六十一点五，就差就拉回了哈、哦。现在基本上就是在一百六十一点五以下，在我们算的那个一百五十六的啊合理价的，一百五十六的上下。那如果说最近如果说法说会之后，红海有机会往上突破的话，那它到了一百七十块哈、哦，一百七十块到一百八十六之间，就是它的一个比较稍微比较。 偏高的价位，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些利多的话，哈，一百七以上大部分都要做一个呃减码的动作会比较好，因为涨得比较多。不过它现在是一个多头格局，我们看到哦，这个正负 DMI 正 DI 在负 DI 之上，他们才刚穿越没多久，虽然这个开口没有扩大，代表说目前的上涨是一个缓慢性的一个上涨，哈。那整个来看的话， 啊、呃、m a c d 也开始翻多，对不对啊？OVB 也稍微有点能量进去了啊，所以看起来来讲的话，红海拉回啊，应该是是属于一个可以逢低承接了哈，尤其是靠近啊这个上升趋势线往上画上去的话，在一百五十块的位置哈，这两条线的一个差不多呃越来越靠近的情况之下，一百五十块这边。 一百五十到一百五十五之间，这边应该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支撑点位啦，也就是说，红海只要它没有跌破一百五十块的话，它都还能够在这边震荡之后，在法说会啊之前或法说会之后，还有机会再走高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哈。同学，这个要注意一下哈。 好，那除了这个红海之外我们看看、欸，自身也是表示表现得很强势的啊、哦。我们看看这个礼拜二的时候，自身哦一度攻到涨停板的位置哈、哦，四九四九一五的自身哦来到这个啊涨、呃、停板的位置了哈、哦，然后量价齐扬哈、哦，那、这个 MACD 也开始在翻多，对不对哦？你看它很早以前正 DI 就已经在负 DI 之上，所以很早以前它就是一个多头走势。 到礼拜二的时候才开始做一个向上攻坚的一个呃举动了哈、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哦，我们先把它跳出来，我们看看今天的一个情况啊、哦、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是九一五，好，好也是啊、哦，今呃礼拜二的时候涨停啊没有收在涨停，今天盘中有在创新高，但是也受到一个。 电子股的影响哦，它在这边啊，但问题是说，哎，虽然这个上影线是略微创高啊，最后尾盘它是收在比礼拜二的收盘价还低一点点哦。它幅度不大了啊。但你看它的现在的均线还是呈现多头排列组合，五日、十日、二十日、六十日、一百二十日呈现多头排列的组合，对不对哈？MACD 的一个啊、呃、这个。 柱状开始在扩大当中了哈，所以说看起来这 O V V 稍微有一点减减下来，也就是说这个量能稍微萎缩，有没有？哦，礼拜二的量很大啊，你这边哦量就小哦，那这个就稍微拉回整理也会，如果说再破再攻过九十八块的话，就会有一些啊新高的动作产生啊、哦，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啊关注一下哈，关注一下,、哦、注一下同学。好，来。 哦，这个就是自身啊、哦，自身。我们看到自身啊、哦，今天大概受到电子股的影响，没有往上了啊、哦，但是它盘中有创了一点新高哦。然后这个就是震荡，然后震荡格局还基技,技术面好，基本面技术面还是看好的啊、哦。好，那我们看看细光子概念哈、哦，细光子呢，来看看光环哈、哦，光环最近的表现很强，主要是因为光照入主之后，它的带动它的一个营运的成长，然后台积电采用共同。 呃，封装光学元件、支援人工智慧传输的，啊，爆炸性的成长哦。礼拜二的时候，哎，盘中创了一个新高哈、哦，创了一个新高，来到五十一块哈、哦。我们看它的这个走势啊，你看这边啊、哦，正负 D M I 在这边正 D I 穿越负 D I，也就是你看这边创新低之后，隔天这边开始出现啊、哦，这两天这两天开始出现买盘的动作哦，从这边开始敲进。 后面开始连续性的上涨啊、哦，那我们看看三二三四啊，我们来看看三二三四的光环的一个走势，今天的走势如何啊、哦？这个重点股我们要把它标，把它标出来哈。二三四，哎，光环今天还是收红的啊、哦，小涨啊、哦，这边还是有个下影线啊、哦，然后还是站在五日均线之上啊、哦。 我这边好像有点，上面有点，这边有点出现开始震荡了哈、哦。这边已经涨多，这边拉回做一个小整理，还是一个多头格局，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上哦。就是看最近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推哈、哦，往上推升啊，再、哦、给同学做个参考。好，那我们来看看细光子的。好，那上拳哦，上拳来讲的话，上拳除了一个一个。 啊，呃、光被动元件的主业外，也积极一个啊布局什么资料中心啊。目公司目前跟台积电有合作开发 c p o 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包括光打光通道跟 IC IC 的连接系技术啊，有机会取得什么啊辉达的订单哦、啊。那整个来看的话，哦，这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均线也是多头排列，对不对？那我们看这个倒数线啊，倒数线来讲的话，呃，占到啊一百二十块以上啊，一百二十。 快以上，礼拜二的时候，哎，像这个上权来到一百三十二点五啊，虽然收了一个小黑，不过它的技术面都是偏多的哦。有没有发现 MACD 这边啊、呃、翻成红柱，这边主力啊、哦，呃，法人有在买超，对不对？那这副 DMI 这个早就已经是正 DI 穿越负 DI，不过它在礼拜二的时候，这边量能有点萎缩啊、哦，量能萎缩三三六三啊、哦，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一个收盘的情况啊、哦，三三六三。 好，今天也是稍微做一点拉回，不过它还是什么？它还是在这个所谓的五日均线之上哦。这这种都是还算是一个强势股，只是因为电子股稍微有一点拉回，它跟着回档做修正哈、哦，它没有破坏它原本的一个多头走势哦，没有破坏它的多头走势哈、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好，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来看看半、哦、半导体的概念里面，像汉科哦，汉科来讲的话。 汉科来讲的话，它的单月营收占到四点五亿水平哈，然后这个营收月增十趴毛利率可以维持在二十趴左右。我们看它这边是在什么，在底底部做一个盘整哈，底部做一个盘整哦，那在等待一个啊带量往上突破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看看呃三四零二，我们来看一下三四零二现在的今天的走势啊，看看三四零二汉科的走势，哎。 一样还是在盘整当中，不过它今天收一个小红，对不对？哦，这边是你有没有发现它这边是个慢慢的垫高哦，慢慢垫高哦，那而,而目前来看的话，它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只是它现在这个均线有点乱呢、啊，还没有形成一个多头的排列，有没有？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可能还会在整理，不过这种这种走势慢慢在缓慢在上涨的走势，其实后面如果真正发动起来的话，哦，它的一个。 力道会比较强一点哈、哦，这都是我们同学可以关注一下哈、哦。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什么呃金鼎啊，三四一三哈，这个也是也是有些呃营收月增啊六趴以上，对不对哦？金鼎目前来讲的话，它刚好来到一个什么啊、呃、所谓的一个啊、呃、收敛三角形的一个关键的点，关键的位置点哈、哦。然后基本上来看的话，啊、呃、正 DI 在负 DI 之上，法人也差不多了哈，也在这边有些小买小卖哦。 那后市哦，只要它能够站上哦，站上这个压力线之上来讲的话，后市也是看好。然后我们看看今天三四一三的一个表现啊、哦，三四一三的表现哦。啊，今天也是还是在这边盘整当中啊、哦，所以说这种这种股票、哦，同学像这种在均线的纠结的位置点来讲的话这种股票虽然它的一个啊。呃 营收消息面都是利多的哦，但是它的股价还没有表现。像这种还没有表现的，就可以在观望哈，就可以关注它，不用急得那么早进场哦。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呃个一个关注的一个动作了哈，关注的动作就可以 follow 一下哈，可以 follow 一下哈。好，最后我们来跟同学讲一下所谓的一个航运概念股哈，航运概念股。好，同学们发现长长龙哦，长龙。長 啊，最近都是我们在这个三力哈、哦，老师去三力录影的时候教到一二三法则，有拿长龙来当例子，有没有？那过去这一段期间，它突破了这个所谓的一个下降趋势线，有没有？突破下降趋势线以后，拉出去以后，拉回来整理，哦，整理以后，它的底部比前面这个底部高，对不对？后面突破前这个高点之后，你看涨了一波，那现在你看现在是不是？ 把这边剪下来，copy 往上这边贴，这边也是长龙，这边也是突破高点以后拉回，拉回现在又在创新高，对不对哈？然后目前来看的话，你看它这个买进点是在一百八十块啊，然后拉到一百九十几块啊，这边稍微有一点做一个震荡整理，然后那所以说同学按照老师所教的一二三法则来来操作的话，搭配正负 DMI 哦，这正负 DMI 指标的话，那它的准确度会是比较高，也就是说。 当正 DI 穿越负 DI，而长龙又形成我们一二三法则的一个买进的讯号的时候，这个时候买后面都有一波行情可以可以赚，对不对？那这个这边也是，你看这边也是正 DI 穿越负 DI，那这边刚好在这边一百八十块的时候突破哦，所以长长龙拉到一百九十几块哈。技术面上是偏多哦，消息面也也不错哦，对不对？但是现在唯一有一点市场有一点隐忧的是说，它的殖利率已经往下降，会不会在五月的时候？ 被 ETF 给剔除出去哈，所以最近的长龙有点涨到这边，有点在这边有点犹豫的状态了哈。但但是如果说你是按照技术面、技术分析的操作来看的话，那当然就比较不会不会紧张，对不对哈？那除此之外啊，这个所谓我们看到汇阳哈，这个散装汇阳来讲的话，也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走势，有没有？这边下降趋势线突破以后拉回拉回这个底部，比前面这个底部来得高，后面又突破啊。 那散装来讲的话，那这边刚突破而已哦，还没有出现飙飙飙涨的走势哈、哦。不过正负 DMI 也是正 DMI 穿越负 DMI，那未未来这个航运概念股也会受到因为一些所谓战争的影响啊、红海塞港啊、所谓的种种的因素，后市还是会有表现的机会啊。这个时候，同学就要好好的利用老师所教的技术分析来做一个选股的判断，对你的操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哦。 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这个节目就做到这里。然后对老师的独门三堂淘金课有兴趣的同学啊，可以啊这个参加老师的这个课程了、啊、哈。所以说这个就是给同学做一个参考。还有哦、啊，我们要跟同学讲说，最近的这个资金的一个轮动比较快哦、啊，啊流入不同的一个产业面啊，那所以说有时候你选股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刚刚老师所讲的那些股票哦、啊，只要它还能够。 站稳到五日均线之上的股票都，都都是你可以值得去关注的股票。这些股票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较安全性是比较高一点的哈、哦。所以说，你花时间来看节目，你总要有会有一些收获的。哈、哦。这就是啊、哎，老师给同学啊、哦，给让大家。 了解一下哈，这个为什么老师会这么悬？然后它的技术面又怎么去分析跟判断哈？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播出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好，我们下次见了，拜拜。